是会长，那么呢，他也是摸在我们的这个讲演会的付出，还有每一次的例会，他几乎他没有别的事情，他必到的，也是我们的顾问。有请郑来发顾问为我们带来这首《当你老了》。这首歌《当你老了》要去哪里？就来去花莲，这里学讲演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谢谢郑来。当你老了，请你来俱乐部，来住花莲俱乐部，跳得真好。送给你，当你老了。歌是